運用中醫藥、中醫義診同埋中醫講座嘅活動。有請盛師隊，唔該。大家今天的到来，今天里面是我们、第一次在法兰站里面举办一个这么有意义的活动。我们提供了中医义诊，提供了中医药讲座给我们的市民。今天里面我都很多谢里面我们、几个协办单位和、我们的医师团队。今天13位医师里面是帮大家提供了一个义诊服务的，就第一个。另外我们还有两个医师里面呢，是我们在美国中药联商会的会址里面呢，是提供个学术的讲座。那我们很松心，也很期望里面呢，我们这样的活动，美国中药联商会参与这样的活动，希望能够在振兴麻浦经济里面，我们所有华人社区能够在这里提供这个非常对我们华人传统很有意义的一个节目，能够提供免费的一个中医环社区，还有就是其他的社区都让他们能够了解我们环的文化，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继续的支持。我也希望接下来这一年三藩市市政府也会继续的提供资源，在这个经济预算里面继续拨款更加多的活动，尤其是我们传统的中医药业啊，还有很多不同的我们传统的文化。今天也非常多谢我们的主办单位啦。一二三，好，我们预祝我们的振兴麻浦弘扬中医药这个活动是顺利圆满的。参加讲座的时候里面，我们又会有这个、中药香囊同埋呢個四時感冒茶係免費贈送俾大家嘅，亦都有呢、這個
中藥。今日裏面咧係美國中藥人商會同另外嘅我哋個八個協辦單位，共同主辦單位同協辦單位裏面咧一起搞咗一個好有意義嘅義診活動，亦都係一個比較大型嘅活動。呢、這個活動裏面第一個比較特色裏面咧，佢係喺户外裏面搞嘅。咁呢個活動裏面，我今朝過到睇裏面咧，七點幾鐘已經有成30多人喺度排隊攞籌啊！我都冇諗到反應一個咁熱烈嘅活動。我係呢個華佛商户聯會嘅會長，我係邵其謙。咁啊，今日咧我哋6月4日咧係搞咗一個義診嘅活動嘅。咁啊，由我哋呢個商户聯會咧，再加上中藥聯商會咧，咁啊，同埋呢一個中醫館咧，係一齊咧去聯手咧，係做呢一個嘅義診嘅服務。咁啊，義診服務咧，其實就係喺講今年嘅暑假裏邊咧，可以講係打響頭炮。由呢個華蘭站開始咧，我哋係會連續3個月咧，都會有呢個義診嘅服務嘅，係6月4日啦、7月16日咧，係8月20日嘅。喺呢三個嘅義診嘅活動裏邊咧，我哋希望咧喺華埠裏邊咧，能夠係可以替嗰啲公公婆婆啊，或者係來自華埠以外嘅一啲嘅華人咧，可以幫佢做一啲嘅義診，包括係可以有呢一個骨科啦，係包括普通科啦，佢哋都可以嚟呢度咧係就診嘅。咁好多朋友咧，其實都覺得係喺中醫裏邊咧，係能夠點樣可以幫到人嘅咁。今次呢個活動咧係非常有意義嘅，因為可以固本培元啦，亦都係可以咧係睇啲醫師幫你咧係望聞問切之下咧，知道你有咩問題。咁好多時我哋一般嘅老人家或者一般嘅人咧，都覺得自己身體冇問題嘅。咁但係我哋嘅中醫咧，當佢嘅打脈之中咧，可以發現到你身體裏邊咧有咩機能上咧係有啲問題嘅。咁呢個係絕對可以咧幫到大家咧啊，將佢個身體更加好啲，更加點樣能夠可以精壯一啲嘅。咁呢個係最重要。咁我哋今次呢個活動裏邊咧，我哋有好多嘅義工啦，今次係參與嘅，包括我哋嘅華埠商户聯會嘅義工咧，亦都係包括咗呢一個中醫呢個中藥聯商會嘅義工咧一齊參與嘅。我哋有成60多個義工啦，一同參與，亦都有12位嘅醫師咧，今日咧喺呢度咧係幫大家咧係做呢個義診嘅活動嘅，非常之有意義。咁我希望咧喺呢一個銀幕前面嘅朋友咧，如果你有興趣嘅話咧，係不妨嚟到呢度咧係同我哋一齊啦，亦都希望係帶旺呢個華埠嘅。咁係跟住落嚟係7月16日同埋8月20日都有呢個活動嘅。咁如果錯過咗今次嘅話咧，接住落嚟嘅時間大家都可以報名參加啦。係啦，冇錯。咁大家可以報名參加。我哋嘅時間係會12點中午開始咧，到下午3點嘅。咁我哋嘅醫師咧會全部都喺呢度咧，係同大家咧係會打脈啦，去就醫嘅。咁啊，睇下你哋需要啲乜嘢啦。咁我哋都有。咁同埋咧，我哋今次喺我哋嘅華埠裏邊咧，亦都好多嘅我哋中藥嘅藥鋪藥店啦，都喺呢度嘅。咁所以咧，都希望大家嚟到華埠，唔係話淨係嚟睇醫生或者執藥，希望有其他嘅可以喺呢度嘅消費咧，帶動呢個華埠。希望華埠裏邊咧，能夠更加多啲人咧，可以知道咧，華埠裏邊不但止淨係有佢嚟買餸，其實我哋都仲有好多嘢嘅。多謝曬。我咧係伍玉珍，代表加州眾議員丁又立嚟支持我哋中藥聯商會嚟義診。希望透過呢個預產，為我哋嘅華裔老人家咧，為佢哋解答有關醫藥上邊嘅問題啊，咁樣有關醫藥嘅用藥嘅知識噶、啊，咁我哋都希望用呢、這個中央地鐵天台嘅平台上邊咧，作為更多嘅社區一啲需要嘅人嚟服務咯。希望以後咧更加多啲人嚟我哋華埠。帶動我嘅華埠經濟，同埋傳揚我哋中華唔同嘅文化，包括醫藥啊、文化藝術啊、手工藝啊咁。有嘅，因為我哋嘅中醫係多數係我哋嘅喺中國人入邊嘅範圍，不嬲都係好有益同埋廣泛咁推廣。嚟到我哋嘅美國嘅三藩市，咁我哋希望我哋利用我哋華埠嗰個地方，宣揚我哋嘅中醫入邊嘅文化，同埋會更加幫助我哋啲新移民同埋舊移民都好，語言方面嘅咁啊障礙，希望中醫能夠幫助佢得到應有嘅幫助。做代理其實係咩意思咧？呢個解釋其實佢嗰種代理意思就係話佢嗰個人生嘅
今日除了這個就是華富白蘭站，有一個就是中醫的義診之外，其實附近的這個北美常用藥的展覽館也是同時開放的。他開了，我媽咪呢，因為由細你知道中國人家庭都是這樣，很容易就會有病，成日都要看中醫，我們都是國內過來的，都是移民的，他就開了，就發西班牙，即是西域，以前就是西藏，一路那邊，西藏都有，西班牙那邊比較多，是西域那邊，那些感冒，為什麼你還要開港心的？哦，港心是沒有的。對，感冒沒理由要開心。是啊，他說你港心吃得其實比較溫暖，他有補的作用，但補得來沒有好像那種大補那種。喂，同埋仲有一個模式咧，就係其實有冇醫緣呢樣嘢嘅啫，即係譬如話嗰個醫師係好有好有技術嘅，咁但係睇佢同睇我，可能出嚟嘅效果會有唔同咧。其實咧就呢樣嘢咧就係講真啦，你話有冇咧，又可以朋友，又可以講冇。啊中藥咧，對於咧就係華人嚟到講咧係非常之熟悉，咁但係對於其他族裔嘅人士嚟到講咧，亦都係非常之想了解嘅。咁所以咧，今日咧一個義診活動嘅時候咧，同有開放呢一個咧就係中醫藥嘅展覽館嘅。去过没有？他们是从中国来的。我们有义工是从 Santa Cruz 过来，然后我是 Sacramento 过来的。我是啊哈，你的义工是 Santa Cruz 过来，就是我。是吗？对对对。我们还有其他义工在 Sacramento。啱先去完呢一個就係中醫嘅義診現場啦，而家同 Jimmy 哥嚟到 Power 街呢一間心記煲仔飯，再次嚟呢一度享受呢個煲仔飯。
今天就是星期日，看看就是三藩市的亞洲藝術博物館這裡，今天就是免費開放的，所以吸引了就是非常之多的人過到這裡，就是了解就是亞洲方面的文化的。當中我現在身處的位置就是二樓這裡，二樓這裡是佈置了有這個中國、韓國、日本等等就是亞洲國家的展覽的。后面的这条楼梯可以说拍婚纱照也不错。今天来亚洲艺术博物馆免费，感受如何啊？感受如何？